Symbolically, it's appropriate to begin this exhibition in Shanghai because Han Cheng visited Shanghai in the 22, the beginning of 1923, and there is a broad connection between him and Shanghai. But we definitely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exhibition also to other cities, specifically to Beijing, but not only to Beijing. Today, we still do not have a full plan. We do not have the dates. We only have the ambition to do it, and I am sure that it will happen. 他是发明电灯泡的那个。E=MC²， an original and independent thinker。和蔼可亲的笑脸，花白的头发，很蓬松凌乱，许多的方程式和公式。我觉得他挺有勇气的，因为牛顿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而爱因斯坦竟敢挑战牛顿的他这个光线，就是他本来说光线是直的，但是的话，那个爱因斯坦说那个光线受到太阳有些引力的扭曲，光线是其实也是会扭曲的。我觉得这一点挺有想法的。反正我记得好像从小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吧。我是小时候2、3年级的话，我在加拿大看了一本他的书的。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科学。我知道爱因斯坦是通过阅读一些书籍的途径。当时还是在高一，听说他那个相对论比较难，然后世界上有很少的人能看，然后就买了一本相对论就回去看。E=MC² 嘛，一个质量为1000克的物体，然后如果换算成能量的话，可以非常非常多。就这也是令我感到很神奇的一点。好，今天我刚刚知道那个爱因斯坦是发小提琴的。做科学并不一定非得过那种很艰涩的生活，也可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有很多就是关于艺术、哲学之类的。树新北。杨振宁。杨振宁。钱学森。导弹之父。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话，他一直很喜欢科学的，然后我也挺支持他的。